我有图片两份，我会记录资料，大家拢有啊。叫鱼类，已经是遐开始美国三十九年，到即马到未找拄啊满六十年啊，吼、哦，今年啊拄到我八十岁的生日，所以研究海底，从1956年开始，啊，到即马嘛，我那都学啊五十年啊，吼、哦，我今仔日咯，啊那真好命，也真好，会当学较即马，较国语会当来起面。讲个海底话，吼、哦，海底未讲话，我也替海底讲话。1963年以前，伫高雄港内就听到，钓乌鱼的渔船的船长，足侪人在讲，高雄港内内外港口内外，都不时有人看到。好多人各大有一句话，伊在咱只方向发的。白虎，这个白白就是白虎，白虎不吃掉，吼、哦，不吃掉的物件伊都不爱看，伊看到白海底，看到鸡毛伊都不爱。我研究是十档的海底，八八鲸鱼啦，哈、哦。到1976年，我的论文发表了，当中，两个亚目，吼、哦，啊，当中25种，到目前为止啊。我知影有增加5种尔，我25种到目前为止学术界都无甲我当对，吼、哦，我了真大大，我含海底啊讲话都讲有话啊，有话研究报告，我都要做啊，我若要做咧吼，我嘛去走动咧，拜托咧哦，若有哦，我看一下，都无，所以哦，今仔日呐无迄个研究报告，迄就基本了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上吊的，上重要的是迄个修体保育。过去1976年以前啊，修体保育啊无这个问题了哦。学者、专家在研究这个海底的这个生态，在搞合作，这个学术上的阶段。所以咧，就是要发展这个渔业，要安怎来掠海底，要安怎掠鲸鱼，你大家拢知影的，吼、哦。上有關係的人就是咱行政院長吳院長講一句話，我聽到了，海底啊，中華白海豚啦，吼，都連將我處有哪有甲提供方案，講當到時吼，當大家用字大家寫，大家訓練哦，一轉彎，吳院長講出來是代表性的啦，講海底吼到時吼一轉彎。我听到做爱笑，三岁囡仔咪大端嘞，不过咱只海底吼，哦，即摆要建设嘞，迄个国光嘞石化区吼，足快哦，我四百公尺按得长得我长啊，沙鱼伊是伊平滩小片都发达，2公里、3公里哦，重的出来，有咧臭臭的出来啊，沙鱼就来啊，一定会端端会来，啊海底嘞。伊个建立掉就免了，哎，发射就算啦 ，SONAR， 这算啦，怎么怎样？发射出去吼，讲对嘞，嘿，你今仔日用这个什么吼，拢来讲，发射时拢嘛对嘞啊，啊，咱这个就我区咱建设起来时吼，嘿，啊，这海底发射出去吼，拢都得变，你都得硬叫头。靠鼓励，还是安怎？吼、哦，你发射去吼，哇，多少人拢订的，啊，无订单的，啊，无管我要食的物件都无事，哇，啊，海底到那边到处在，伊较有可能我甲你切切，较讲哦，几百公尺啊，几千啊，哦，迄边有鱼通食得了，无可能，枵死呀，对，啊，枵吼，伊就无法当继续烧啊，要枵一点，这里。工要翕建设这工厂以前，啊存海，这存海这个工法哦，我同意，我一定要做高雄市长的时代，高雄的南迁计划，
哦，迄阵啊吼，我想要干咩？我想要写文章嘛，啊，卖插啦，我咧这间叫破坏人啊，卖插个迄登记。我讲这阵啊，出去海哦，足可怜呢。啊，那有人讲讲做人吼，啊，开发，这个感觉舒服，啊，用安尼啦，这啰嗦，啊，是怎个土？再大哩吼，伫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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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村口一日解决啦。我较早咧围起来，看古里也好，怎个围起来，一日想看觅。到迄阵已经一担、两担、三担的时吼，这个土吼弄好，这个黑头，这个头丝啊，上来上去，上到台南，上到这个江阿波，迄土甲拍起来。下面的土吼，乌乌本来土都土，顶面都有田吼，唔是海地土，拢是山土漂流嘞。赶紧过看，啊，这个一挂土砍掉嘞，海底的这个修复的，是要安怎来挖？所以这个路网个裂开嘞，啊，也无十个鱼啊，不可能。诶，个鱼啊，吼，拢是海底咧做来做去的，所以安尼咧。所以讲经营一下，那安尼来建设吼，但这个海豚诶，白海豚的这个问题啊，足严重。第一，无通食，摊头这里开发案独行啊，什么人讲的？我唔知哦。讲开始啊，昨天请人干，讲开始哦，要鱼啊，要个训练。是啊。哎呀，拜托你啊！那是技术官僚要个训练会使哦。我今仔这个法官，技术官僚官长嘛，我的同门的，我同个大家还有个技术的同门的。好，啊，我这拢有熟悉的。啊，迄阵吼，一年过一年。人为的吞海，人为的污染，把这个在白海豚在生活的所在，顶面的吼垃圾被那个砍掉嘞，我生命我都无去啊！细只要食，不是大只要食细只，细只要我食较细只，差不多就无去啊！摊头，我听讲当年往前啊，当年落雪的时候，他们讲吼。提起要甲训练哦，遐毋是水族馆呢。海底那有当摊到五担六担，他要互你甲训练的。我看哦，无看过。毋知十一段还是四段的。但这个台湾是不会中华白海豚哦，我看是独立的，独立的，对。安怎别日来？安怎到十一别日去？到目前你也毋知影。所以我希望吼。基础科学，这上要紧的吼，就爱做这个生态研究。这个生态研究啊，就海底未讲话，但是咱来会当去研究，将来研究出来结论，咱来当替海底讲话。到时阵吼，含业者、含政治家、含民意代表，拢都会当来讨论。那是安尼只，大家讲来讲去吼，我感觉吼。一平安讲出来，讲话哦，我尊重。所以今天大家吼较有正义感，我感觉哦，讲来讲去啊，嘛是讲重点尔，问题哦，拢还袂摕到咧。我本人，因为第一，中华海豚标本我毋捌看到；第二，咱台湾本土化的研究报告，无。你我是要怎讲话？我连想破土台到遮。我嘛甲伊编啦，伊编都讲话，伊讲的重点唔对，我甲伊还编啦。这是做学术、做学问的态度，所以哦，等其他大家认同哦，甲片面就较好。啊，歹势，各位有意见吼，多多指教，谢谢。